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冠贤，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的餐饮政治规划期末报告影片。所以借由这次的报告，我找了一间单车结合餐饮有关的复合式酒吧，这个老板有独特的经营念，那就让我带各位来观看吧。今天来到了王老先生有快递，它是一间单车结合餐饮、画廊、照相馆、咖啡厅的复合式酒吧。你好，一位，一位，对，一位，我们不接待一位的，我们接待十位以上。好吧。好，这个话题介绍了，你要介绍酒吗？你好，这东西跟面包是一模一样的东西，所以德国人那么养生的民族，为什么会大家都来喝啤酒？他们的概念是，这就是他们的营养品。可以看到柠檬是这个是笨拙的，它没有滤掉它的酵母，没有滤掉它的意思。然后小麦，因为它的蛋白质比大麦还要多，那分解之后的氨基酸让人类会有一种那是花香味的错觉。所以这种酒都是基本上调性就是花香味。你看到那个泡泡维持的长久程度，就是代表它里面蛋白质的多寡。可口可乐，像可口可乐，碳酸气体不会少于啤酒，但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它的泡泡都被包覆住，因为蛋白质把它包覆，就停留在那里，它慢慢消掉。为什么感冒的时候要喝自然吗？因为他们相信里面就有很多可以治疗你的物质。例如维生素 C， 好棒哦！中世纪人知道什么叫维生素 C， 对，这讲得好。对啊，但总之就是喝樱桃酒 ，Green Wine Green Tea。所以为什么现在你喝到的那些感冒糖浆都是樱桃味？源自于此，历史缘故。但是天然的樱桃味和人工的樱桃味不一样，有差异。治疗你的感冒，谢谢。他喝了，所以他是很爱酒味，因为不喜欢酒味。大学生应该比较不要太疯癫癫的。好，那就这个。给我带回家。二楼为下饺子，提供消费者书法写作的地方。鸡尾酒的调制。来到此的亲朋好友借由包饺子来增加情感。我们今天要吃饺子，吃饺子，然后要自己包。你也可以，我早就你觉得你想伤害可以试一下怎样，太谦虚了。但是要有主干，要有给他吃好料，要正妹。那你没有正妹，我再帮你定位，快点。要正妹。哎，你认识 Kevin 吗？有一次我上你聊天的时候。我们7:30定位，现在是10:52，老板终于要煮饺子给我们吃了。拜托，我的员工包太慢了。上菜了，终于。你泡是鱼浆哎。对啊。一人选一个碗，还会煮肉我就不行。一人选一个碗，不吃也可以拿。
刚从二楼走上来，来到这里是三楼，三楼是照相馆，然后沿着楼梯再往上是画廊，曾经也有电影在这里拍摄过。顶楼是露天的咖啡厅，有志愿者要来手摇咖啡吗？少数民族来摇南摩咖啡。好，今天我来吧。啊，有点冷。下面有棉被可以。他棉被。对啊，上海很辛苦啊。没有，他是上海人，跟西施有钱。咖啡香。因为我有点吓到他妈妈受伤的事情，继续磨叽。哇，好香。这边叫什么？像看得到吗？干我文青，或是干我好文青，或是干我好干我文青，对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是白族，我是壮族。努力什么？哦，有，对，就是这样的，不要。武汉女生也很冷，蛮不错的。但是很火。开始变丑。普遍都这样。我是没有这个经验，大哥在教我。大哥在这边。他玩的妹比较多。老板喜欢骑单车，曾经用单车环游世界。第一次勇于追求梦想，用单车实践自己的热血，从北京到巴黎。而第二次呢，环游世界的过程中爱上了啤酒，进而对啤酒有深入的学习。在这里，他提供了朋友之间的聚会空间，或者是今天想来放松喝一杯，跟老板聊聊天，认识新朋友。不管你今天想待到几点，老板一定会陪你陪到最后，等你走之后，他才愿意打烊。